白羊座男生的性格怎样？白羊座是黄道十二星座第一宫，出生日期为3月21日至4月20日。白羊座的人有勇于挑战的气魄，绝不认输。下面就来具体看看白羊男的性格特征吧。白羊男大多数没什么毅力，做事情三分钟热度。他们往往需要发自内心的动力来支撑自己的毅力和潜力，而且白羊男十分的幼稚，这也就是为什么白羊座的男生通常大器晚成的原因。白羊座男生很率真，他们经常是心里想到什么就会直接说出来，一点都不拐弯抹角，尤其是对于自己看不惯的事情，他们会当面指出来。这样的做法有时候会让人感觉到很难堪，很容易让人受伤。